大吉光的一道我都撑着了姐，好吃的太多了。哎，这什么这么香啊？就是。哇，大连荞麦子没带过呀。哦，炒焖子啊，这太有。大连荞麦子呀，这太有。大连荞麦子啊，这太有。大锅大锅，这不是那个淀粉做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地瓜淀粉做的，洗好歹洗瘦，好了。逮着个炒焖子呀，有两种调料啊，一种呢就是对过盐的蒜汁儿，还有一种呢就是破开化好的芝麻酱，对不对？哎，特别好吃。大连好吃的可太多了，除了焖子之外呢，那大连在哪儿？海边是不是？海鲜呢？原种海参是吹弹可破，新鲜的鲍鱼是肥肥糯糯，每次我跟你说，我去
对，刺过的，刺过的。除了他说这个刺过的，其实我觉得海鲜呢，还有一种就是鱼。鱼啊，是每家春节这个吃饭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啊，讲究年年有余。哎，我听说有的人家呀、啊、还挺有意思的，他三十晚上吃这个鱼啊，他留着头留着尾，第二天再吃，然后寓意就是第二年要有头有尾。听说过是不是？年年有余嘛，是不是？年年有余，有头有尾。在我们春节大集啊，你说到什么美食必须得安排，是不是？安排。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是鱼。年年有余，这个鱼呢吃完以后对我们身体也好。那我们这期讲的鱼呢做法也很特别，叫干烧鱼。从小呢家里就有年画，什么吉庆有余，年年有余，这过年了做这道菜那太好了。先看看怎么烧鱼。小心别烫到手。哎呦哎呦，这个鱼下锅这种脆弹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啊。过油，过油，过油了，上下油。对，先炝锅。这边有醋，绍兴酒，鸡汤，糖，盐，四川辣酱，辣酱。应该像您说的，已经给它改口之后的话，比较适合这个辽宁人吃的口味。对，烧制入味。完了，这个汤汁比较粘稠的时候，把鱼起出来，把汤控净，摆在盘里，剩下的汁炒至粘稠，加少许的油一蒙，就是咸鲜，稍微有一点点辣，一点点甜，就这种感觉。最后的收尾。蒙汁有讲究吗？有，你看看手腕子是活的，活的一拧，从头至尾，有的浇半天汁没浇鱼少，盘子边那么多，哎，这没有空白点。粒粒蒸蒸的两条干烧鱼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，这个我先动筷了啊。好，主持人尝一尝，尝一下。整个给我的口感好像有点鲜香，还有点微辣的感觉。咸香辣甜，咸香辣甜，这嘴真准，可以是吧？然后再看那个颜色，整个颜色就是特别的黄金灿灿的感觉，配上两边的丸子，这个鳕鱼丸，鳕鱼丸这个颜色搭配也是一绝。我评价的还可以吗？专业，专业主持人，专业。对，对，那我们就借着这道干烧鱼，祝大家鱼头鱼尾顺风顺水，鹏程万里，展翅高飞。欢迎来到春晚倒计时，欢乐家乡年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包蕾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非常熟悉又喜爱的两位嘉宾。在春晚的舞台上，你才是嫂子。是嫂子。行了行了，这俩俩都是我的。两位嘉宾哈，虽然是多次来到咱们辽视春晚，但是这大集应该是第一次逛。我带二位去逛大集怎么样？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怎么走？不过这个大集呢，咱不能白逛。我这儿有一个任务卡，咱们有一个暗号，
您二位说的暗号是有事儿您说话。有事儿您说话，这是我的台词，我太熟了。哎，有事儿您说话。不过啊，要接的暗号就不能告诉二位了，只有我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知道。然后大家来偷偷的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我们即将要去对的暗号，藏起来。看见没？没看见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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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事您说话。我就有一个事儿。嗯。能不能摸摸您的头？这头怎么能让你随便摸摸？那这样吧，咱们来试网红的吧。我替你摸吧。不是，有事您说话。你好。有事您说话。我想和您拍张照。哎，有事您说话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草莓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有事您说话，请您喝一杯。嗯，对上就两波吗？还是没对上啊？没对上，对没对上，咱也得喝一杯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谢谢谢谢，来，还有个人呢。嫂子，嫂子喝一杯，嫂子喝一杯。我拿瓶，布鲁塞尔，您喝的酒不假啊。2021年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的世界最佳甜酒，您尝一口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那咱别白来、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哎呀，阖家欢乐，谢谢，万事如意啊！谢谢果然，啊，这没有对嘴喝的呀。您带回家了，你看行吗？这送给我的，送给你的。哎呀，能让郭老师喝到这个酒，我跟你说，你送我是小事，关键是两位美女都在这儿呢。没事，现在物流方便，马上快递，一个人两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试试他们，有事您说话，没事唠唠嗑。对了，对上了，您看看咱这暗号，有事您说。没事唠唠嗑，你答对了，太好了！你欢迎郭老师。你们都是什么产品？给我们介绍介绍呗。我们这里有盘锦大米、盘锦河蟹，还有我们的盘锦的剪辑柿子。难怪这暗号对在这儿了，这东西也太丰富了。小柿子挺，全是吃的。对，来，我们的剪辑小柿子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吧？对。这个一口必须一口闷。那我不，你两口吗？嗯，怎么样，郭老师？小锅的味道，你又来一个。这咱暗号都对上了，就只有这柿子吗？不给咱来点什么大礼包什么的吗？有啊，准备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做个游戏，如果郭老师和黄老师赢了的话，我们给大家发大礼包。看来天下不但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还没有免费的大礼包啊！当然了，不能给家乡父老，让他们白来呀，是不是？街坊邻居们到这儿来，大家都到这儿来。我跟你说啊，马上要送大礼包给大家了，高不高兴？游戏规则：猜美食。桌子上有春节大集中不同种类的美食，嘉宾问问题，主持人通过是或者不是来回答，嘉宾通过提示猜题板上的美食名称，限时30秒。游戏开始，计时开始，我们看看第一个词。好，郭老师可以开始猜了，是不是左边辣？左边辣。从哪儿算左边辣？这边。是，左边辣。左边辣。这边哈。啊，对喽。左半拉是不是动物？不是。甜不甜？吃的时候可以甜，也可以不甜。这是可以蘸料的。包不包皮儿？不包皮儿。可甜可蘸吗？包皮。20秒。粘豆包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哎呀，谢谢谢谢。正确答案都给咱端上来了。谢谢。来，我送给大家，小乖乖来一个。一人一个啊，你们四个一人一个好不好？谁有假牙咱们给他。来来一个，你没有假牙，但是来一个啊。这里还有呢，给爸爸妈妈吃。还有筷子，筷子。来一个。哎呀，有点把牙碾掉了。要吗，小宝贝儿？好嘞。要哇，这个可好喽。左半拉，右半拉，这就。我可喜欢喽。啊，你可喜欢了。我可喜欢了。是水里的吗？不是。是绿叶子吗？不是。鸡蛋，不对，是蔬菜吗？不是蔬菜，那是水果。是是水果。是，
那范围可就小了多了啊。是五彩缤纷吗？No no， 不是不是。他是黑不溜秋吧？是。漂亮漂亮。东北特色冻秋梨啊，猜对了。我应该问像我的头吗？啊，那这一盘送给大家，快点，赶紧的，来来，小朋友们往好点哈。是不是？你要拿一个也行，来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拿一个。哎呀，给你盘吧。来，咱们再看最后一个词是什么？哇！什么？这可太有代表性了。来，计时开始。代表性了。哎。简勇。不是。会动吗？已经不会动了，这仨是会动的吗？选一个。盘锦，啥也不说了。河蟹。厉害！这又来一份大礼包啊！我看这个谁，我看这谁敢要？啊？拿回去。行了，还是给这几个孩子。这几个孩子太不容易，夹着啊，拿回家蒸着吃啊，别吃生的啊，小心夹着啊，对，夹子是夹着，别吃生的，还有一个。